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在博鱼的台聊很久。知道从。七夕忘记改名字，大迟到，真的，对不起。我还在看，忘记迟到了。Hello，李维，我没有讲错啊，是李维。让我调个东西。晚安，小华哥，Hello，李展峰，星星。我跟我弟弟讲一下话。Hello，高高，你有看到我跟你说的生日快乐吗？帮我。Hello，博宇。什么小蜜蜂都在听韩台，开心得很。迟到要罚什么？迟到没有罚，刚刚有看到就好。把我 wink，对不起，我真的迟到太久了，15分钟。想说没开就专心看屏，所以我有开就会来看，我该开心吗？真的很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你觉得可以？什么可以？是吗，小花哥？国语，谢谢你，晚上好，玉，谢谢伟林。我要偷看伟林的现实动态，这样讲可以吗？好吧，杨姐，拜拜。Hello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Hello，大健。Hello，塔兔。Hello，Ice，要烤小蜜蜂。西西，西西，你说他改什么？
什么村？圆村吗？紫庆吗？紫庆那个，但是不展开。谢谢建轩，我会不迟到，我不会再迟到了。你没有吗，小华哥？你要紫荆吗？那是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姐姐的心跳，好，星星，让我看看你截的图。看你的名字，零接首推决定的手滑哥，那你有改名字吗？Hello，于心，Hello。楼君，楼君，我看到你了，楼君。啊，不想一集后就带他了吗？对哦，应该是哦。对，应该就是。那怎么一次按很多爱心，就一直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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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荧幕就有了。眼睛干干。大剑，你怎么？所以手滑哥真的有改，对不对？也不，博宇没关系，嘻嘻，嘻嘻才是真爱吗？好哦，建轩，真的柔君。依婷去哪里氪金？依婷，依婷不行这样，我不允许你这样。柔君，谢谢柔君的一元票。Freddy 说什么？没看到。不行，依婷不行，氪金。Hello，米酒，米酒，Hello，那你什么？那你送雪宝宝，好，雪宝宝可以。吃饭了吗？刚刚吃完。名字像你这样不就？大剑，今天是说真的，因为风很大，很冷，然后风很大一点吹。雅虎 TV 中林杰的镜头不够多，想看更多，因为要给更多人机会嘛，对不对？大家已经比较认识我们啦。虽然我很想要霸占镜头，但是我觉得，因为我们已经比较多人知道，所以让给他们比较好。都是双子的画面吗？因为他们很会讲话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西西第一票给品涵，你们不要在这边抱来抱去嘛，这样我好没安全感哦。西西没关系。今天林姐做什么？你们想做什么？谢谢博宇。
青衣偷袭什么？谢谢韶华哥。辽军？没有没有没有。袭我？哪一个啊？怎么我自己没印象？谢谢玉，谢谢，谢谢。什么时候啊？我怎么没有印象？看你们想跟我聊什么啊？很可爱吗？好哦，再见。狗狗从后面给我一拳，我怎么没印象？我怎么没印象？幸好你没料，这里的人太狠了。抱来抱去，谢谢小华哥，鹿爷，Hello，鹿爷 Daddy，失忆猫耳像，我记忆真的不太好，还有3分钟，哦，公演好可爱吗？公演我是绑公主头哎、欸，经纪人说他觉得公主头很适合我，你们觉得呢？虽然这不是啦，公主头是怎么用？公主头怎么用？华哥改什么？嗯，怎么用啊？我不会用。臭星星，香星星，手华哥有那么是多不乖啊？林杰说话时是不是在跟平寒抹茶问要说什么？对啊，我叫那个，我叫抹茶翻译给我听。跟美英合照，耶！我也超开心的，我真的超开心的。那时候因为我们规定，我们还没成年的是。10点之后不能工作，所以我们采访，我们就先采访，采访完就去后台，然后那时候就跟美英拍照，结果双子没有拍到，最后来抽搐一下，没问题。林杰还是长直发美，真的吗？我觉得我短头短的会很可爱耶，自己说，可是我觉得真的蛮可爱。好，我不太会用。TP，双子升77，真的，怎么办？我不会用，算了。抽 抽就是一个梗，嗯，我跟你讲，抽抽这样子。你们到底都在做什么好事，都不让我知道。颜值比美英高吗？不会用怎么办？没有比美英高啦！不是用推是用搓的，对，神搓。
臭东东加臭西西等于臭东西。怎么样短头发？好想给你们看看。我觉得很可爱啦。怎么办嘞？Hello，雨轩，你每次进来都跟我说我爱你。考上了。每周最期待周二晚上的事不要林姐短头发哦，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也喜欢长头发，虽然我觉得短头发很可爱，就是那种西瓜的。吸起来，你也爱我，丑花哥。听说你很不乖，依婷，博宇也爱我吗？依婷也爱我吗？再讲一次什么？可爱的林杰，谢谢佳明。每周最痛苦就是礼拜二，为什么？最喜欢林杰长头发，好的，姚军，谢谢波鱼，谢谢雨山，谢谢，见谁都说爱的手花哥，真的吗？星星又在爆料，个人长发控，我也喜欢长发，林杰好可爱，爱你，我也爱玉人。哦，对啊，西西礼拜二练球，对不起，谢谢西西愿意来看我，谢谢西西。雨林，雨林啊，Hello，雨林。高高高高，我也爱高高。高高生日过得快乐吗？柔君，谢谢柔君。好啦，西西，东西对我是真爱。可以啊，可以许愿呐。听话吗？不会听话，但是会 会听话，会看看要不要完成你的愿望。我是小猫咪，怎么会听话？好嘛，不要东东西西嘛，香兮兮。什么时候才发行戳脸券？高高快乐，快乐就好。发行戳脸券吗？快戳，戳！哼哼，你跟我说你什么时候生日快乐？喂，林又要 skill，那你会喜欢我的 skill 吗？戳三下就好吗？玉。博鱼是跟博鱼联播，谢谢保姆编号三的100个爱心。1月24，太久了吧？不是吧？这还有1个月猫儿太可爱了，谢谢鹰头猫，好可爱的名字。那我1月14嘛，好不好？1月14跟你说。我不知道月子可不可以开，应该可以啦。刚好情人节啊。其实各位在送爱心的时候就在戳脸了，什么意思？生日已过，真的，罗君，好可惜哦。
希望林杰偷偷跟你在一起，好哇、啊！臭臭猫，臭臭猫。哦哦，因为点哦，对耶。哈哈，路爷往我脸上戳，看戳，现在，谢谢玉，你目都戳凹了吗？戳林姐的鼻子。为什么要换手机？因为凹掉了，荧幕抽裂了哦。好近，喜欢很近吗？你也什么？你想妄想被揭穿有股心酸感，要看个留言一直滑出去，嘻嘻，一直滑出去。伟林戳出一个大爱心了，哈哈哈，大家都要换手机了。当当，好想你们哦，真的好想你们。谢谢佳明，希望林姐他们一起成长。然后就我们不是说要偷偷一起，偷偷一起睡觉觉吗？抱抱睡觉觉。林杰，亲亲大人，玉不喜欢很近，那我就要很近。亲 亲大人，超想我的。我也想你们。对啊，死呆啦，可爱吗？谢谢 Jack，Jack，这几天好冷哦。没有没有，多穿点。好啊，偷偷的。我们偷偷一起睡觉。我想问一下，果果口味是什么味道？才不跟你们说。这个正妹是谁？那我会讲话。路也变黄色了，什么意思？礼拜四会更冷吗？好，要保暖，你们也要哦。嘻嘻嘻嘻，什么呢？你呢？好想见我玉人，我也想见你们，真的好想你们哦。飞米挺好久了。狗狗饼干，狗狗饼干，我没有吃狗狗做的饼干。蜜蜂色，变黄色。好酷哦！为什么？果果口味是林杰专属，对啊，果果很好吃哦。偷偷抱林杰就不，谁要抱我？快点，抱抱，抱抱，抱抱。对啊，超久了，1个月了，好想你们。哦，前几名就可以变色哦。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我？不知道。都抱都抱，耶，抱抱，抱抱。人家口味呢？是谁专属？看你们呐、啊，是小蜜蜂专属的。Hello，冠如，
巨人要偷偷抱回家，谢谢玉，偷偷把我抱回家，抱得动吗？你们抱得动吗？谢谢依婷，谢谢依婷。一起回家，对，我跟芊芊说好要一起回家，有报到就好吗？林件很重，也还好啦，因为我很高，166，所以是瘦，但是就是45、46，所以很难报吧。所以和报是一起的，柔君。为什么你的留言更新不了？西西的留言呢？还是你要先退出再那个再进来？谁知小蜜蜂应该可以抱得起来。跟卡丘差不多，卡丘跟我一样高哦。林杰，没关系哦，宏伟，没关系，谢谢你有来。关乎关乎，我知道。抱得动吗？倩倩，我要抱倩倩，倩倩很可爱，应该抱得动。好希望再瘦一点啊！一个礼拜，虽然我一直说很希望可以再瘦一点，但是我都一直吃，一直吃。一个礼拜没见了，宏伟，哎，你前几天没有来看我直播，哎。礼拜六你没有来看啊？抱不动可以用背的吗？可以啊，背背也很好，硬扛，西 西要扛我回家，吃后没办法。真的，依婷，真的，吃实在是太棒了。抱不动，用滚的。冠如吗？不会，铝冠跟冠如我分得清楚，没关系。虽然我知道你们都叫冠如，但是他叫铝冠，然后你是冠如，所以我搞得清楚，没关系。哦不，宏伟，上礼拜六我有跳舞诶。卡丘，因为我没有买吃的回家，刚吃完晚餐而已。西西长智齿很痛呢，虽然我没长过啦，但是听说很痛啊。西西很瘦弱啊，那你们可以把它扛来见我诶。眼睛很瘦，只是只有脸肉，脸真的超肉的。刚刚迟到没有？刚刚迟到是看直播看太专心，来不及准备。宏伟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吃点零食吗？因为家里没有。没有东西，有啦，那里有一盘水果。秀玲的诀窍，没有啊？这样才可爱吗？让林杰抱西西吗？没有，应该是光的问题吧？因为我今天在不同地方直播。哎，不要骂脏话，臭星星！哼，谢谢玉。真的，大正真的，我看直播，然后因为我8点要直播，我看那个卓元，你知道卓元是谁吗？我只记得他叫卓元，怎么办？他没不好吧？小蜜蜂会疯狂，疯狂好啊！哼哼。谢谢佳明。
我想起来叫什么？腰考，对对对，腰考腰考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记忆力真的不太好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腰考看腰考的，看博鱼的，对了博鱼的，对不起博鱼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对不起，看博鱼的直播看到忘记我要开直播了，手机太看大件，哈哈哈，好可爱呀、哦！对不起嘛，博鱼，哼哼，哼哼，嘿嘿。来来来，我就是要第一名。哎，我真的很想要认出你们每一个小蜜蜂，每一个 TP4T 的粉丝，但是我真的很难记。我很努力的想要在那个直播里面，不是直播啊，那个 FB 里面一个一个一个记，然后对，很难 对我来说。会打保龄球吗？会哦。这只猫猫超可爱，谢谢玉。星星做笔记也没有，你说做哪种笔记？上课的笔记还是日记？来看我，谢谢博鱼，博鱼，博鱼，我下次一定要给你拍照。记不住不方便，我一定要叫出你的名字。小星星叫你们，嗯，好哟。我是说人跟名字，我对不起来。不喜欢做笔记的人，记忆力会比较好，真的假的？但是手滑哥，我记得你呀、啊，我知道你是谁。嗯，好啊，博宇，我就是要跟你拍照啊，有考有考，粉丝很多，没有粉丝很多啦。谢谢倩倩大人，好不、哦？大剑，拜拜。明天迟到啊？哦，我也要帮星星。我真的记得手滑哥，冠如，小蜜蜂们自己冠名牌，好可爱哦！这样会不会显得我就是记不起来？你们不要，我要一个一个记。先智者先记人名，再记大头贴。好，佳明。记得名字应该就好。我记得的大部分都不是我的粉丝，你的粉丝都很低调。冠名牌。西西就是要挂名牌，西西最需要挂名牌了。好喔，卡丘，为什么记不起来柔君？可是我觉得，如果因为有些就是，好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刘军如果来跟我讲，我应该是低调的爱着玲姐，没关系，我也喜欢。因为去握手会报名字，好啊。他就是，那握手会很多人，我这样怎么记呀、啊？刘军，对啊，刘军还没有出现在我面前。
看，爱死爱死，真的。我记住绰号，结果社长跟我说本名吗？真的不好当，认知厨真的不好当。为什么不好当？到时候见时候再记就好了。哦，见面的时候哦，但是见面的时候，因为一下太多了，要从现在开始慢慢一个一个记。哦，那个旅馆我也知道。哼哼，好美哦，这个。未来一定要去见人间，好，君我也要见到你。可爱哦，脸真的好热哦！要报什么通关密语才会被记住吗？没有诶，没有，没有通关密语。林姐帮小蜜蜂挂狗牌，呵呵，帮你们买那个项圈。博宇可爱。好美，好可爱！谢谢林姐手推，我要怎么称呼你？谢谢玉，玉今天好甜言蜜语哦。那个怎么念呢？我不会念呢，对不起。朱什么春呐、谢谢玉，对不起。哎，冠如。想个昵称吗，伟林？专属我的昵称好不好？朱环村，谢谢大家跟我说。老师在吗？老师在吗？好嘛，国文加油！但是我国文没有被当哦。咦咦，怎么了，环春？姐姐这里太闪了，怎么了，雨林？老师不在，嘘，不能跟他讲哦。臭嘻嘻，人为当是很正常的。佳明，我看你的那个个人简介，我知道你是谁。不要，老师在上课吗？中文超烂吗，Yoko？二月情人节时有写过，好害羞，白马王子吗？时有写过短信给他，我知道，我印象，不要跟他说了，管胡，他又要不开心了。秀榜，秀榜，秀榜榜榜！你们跨年要去哪？啊，对了，说到这个，我24号有事，所以没办法直播了，哎，可能会改10号。可能25号，25号，什么？楚华哥跨年要上班了，谢谢林姐首推，谢谢西西，谢谢你们上完礼物，跨年只能孤单在家，西兰我陪你好不好？卡丘，卡丘，不要这样。
哎，说到段考，我说国中的事迹就好，不要说高中的。国中我都是第一名啊、小华哥，快点！单身风，圣诞节一起过。圣诞节跟跨年都一起过，好不好？华哥开捷运的，学霸节没有学霸，一点都不学霸。国中偷星星，星星又在欺负我了。好啊，日 开捷运。当年有啊，哎 那个是什么？什么不提当年啊？我国文真的好烂呢、耶，我们大家都去做捷运，我们去跟手滑哥一起跨年。好汉不提当年勇。为什么有人一直打电话给我？卡丘要跟我约跨年吗？好，林杰不听当年，胖子全是什么？胖子全。哦，对，我零对零，对，我零的，你想是可以有零点吗？可以关于零点吗？胖子全，Hello，子全，手 花哥只在我诶，那我可以 BL 卡吗？包车好像有点贵，对不对？可以关于我为零，好，那我帮你想想，整节车厢都是小蜜蜂吗？跨年都不在家，炸节鱼 都在后面跑，为零的，为零，为零。你怎么想？不会想昵称呢？都想的都很奇怪，不知道喂。但是我很想要有活动，因为我好想你们呢、哦。想一下，建轩，Hello，建轩，子权什么多少？路线改成手滑哥开往林杰心里是吗？手滑哥，爱心风，对啊，因为你爱心很会，你很会按爱心，对不对？哎，这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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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爱心风可以哦，我觉得爱心风可以。3天生活费都给了林杰，QQ 什么意思？嘻嘻。Hello，大健。3杠166，好哟，耀耀，谢谢耀耀，谢谢耀耀，谢谢耀耀。好快哟！哦，谢谢西西，不要再氪金了，你没饭吃怎么办？小华哥，Hello 文琪，人家以后都站狗狗旁边，就不会这样搞。可是我站其他，站双子雨林，
秋萍和旁边都好高好高哦。瑞婷，瑞婷，Hello，戳脸钟过去了，对啊，谢谢老君，但是会去采蜜回来，你就在你旁边，管乎管乎叶高高的。嘻嘻，嘻嘻不是很瘦吗？喂，瑞婷，伟林很高吗？伟林，哈哈，大姐萝莉姐，快彩妹给我，彩妹给我，彩妹给我，才没有吃汉杰。倩倩很可爱，把倩倩抱回家，站我旁边最好。柔君没有多高，那是多高？听谁说？我还说，哎，刚刚不是谁？倩倩说你很瘦啊，是吗？我记错吗？不一样的地方，酿茶特色，我不一样的地方。刚女完风。十公分，为零啊！我比赛了，哎，176，176，谢谢悠悠，哦，好开心哦，谢谢悠悠，臭嘻嘻，大剑，哎，我才不是。153是可爱的身高，我喜欢可爱的人，我喜欢小孩，我喜欢可爱的小孩，大健也176哎。谢谢伟林，为什么伟林有两个账号啊？嗯，喜欢萝莉不表示你可以去幼稚园挑小朋友10年2年计划哦，我才没有那么变态嘞，嘻嘻。谢谢老君，卡丘，果果没有比我矮啊。谢谢小华哥。没有啊，我一直都知道有两个为零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。谢谢玉人，谢谢玉人，谢谢。林姐喜欢，狗狗高高，对啊，林姐喜欢小朋友吗？幼稚园那种喜欢，很可爱。偷偷姐，嗯。咦，伟林用另外一只账号了，蜜蜂应援团到了，应援团，吐舌头怎么了？萝莉控制我，一点点嘛，欲说太近了。妹妹叫你哥哥的时候，我想要有哥哥。对不起，威灵。
谢谢，谢谢，谢谢玉，谢谢玉。天天要当姐姐吗？好，那你们当我哥哥。天天不是妈咪吗？羚羊姐，综合喵喵，喵喵也要报名。一个爱一个，蜜蜂姐姐，我流鼻涕了。蜜蜂姐姐，玉人想当我弟弟，哈哈，瑞婷说我是她姐姐，不行，冷静。可爱可爱姐 Yoko，哥哥帮我擦鼻涕呢。哎呦，你当我姐姐，大健哥哥帮我擦擦，姚君要当我姐姐，想要有林杰这样的妹妹。本，佳明要当弟弟哦。我弟弟一定觉得他是我弟弟很好。宏伟要当我的好哥哥。好哟，伟林哥哥，鹰头猫，鹰猫，鹰猫，老君，你们都不会撒娇，弟弟刚刚看了我一下。像林姐一样的妹妹，不管妹妹有什么要求都可以。真的吗，大健？大健哥哥，星星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伟 林。板兔，你的平板车呢？大姐，大姐，弟弟好像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小华哥哥，说华哥哥。宏伟，宏伟，宏伟是好哥哥，对不对？谢谢宏伟，黑人问号马冠如，说话叔叔，哎 伟林，姚君姐姐，哦，君姐姐，杨 姐，杨姐，卡丘还有20分钟，好哇、哦。怎么真的有这样想吗？守花哥哥，守花哥哥的女儿。他喜欢会撒娇的，
我觉得我很喜欢撒娇，因为很可爱。倩倩妈咪，好，又到倩。什么胖虎抓玉人？我很亲民吗？谢谢丫丫。那个雨山他爸爸，他爸爸说他觉得我是最亲民的一个。他爸爸很嗨，很热情，不是还很热情。谢谢可爱的妹妹，谢谢红了。香蕉哥哥几岁了？怎么？西兰不可爱吗？胖虎杰才不是胖虎杰，撒娇杰，爱你。可以不要再吐舌头了吗？嘿嘿。如果说我喜欢你，喜欢到做了奇怪的梦怎么办？龙君姐姐，你说说什么梦？谢谢西兰，好开心啊！什么坏面了？嘻 嘻，嘻嘻嘻，好开心啊！跟星星告白一次，为什么要跟星星？哦，好吧，星星，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剩下10岁吗？不要吵架！不要吵架！不要吵架！瑞婷，Aaron，西西脸红了。不行，吵架。我们还有16分钟。Yoko 也脸红了吗？Yoko，林杰看到了吗？什么？星星耳朵超好，哈，好开心啊！维林哥哥也要，维林哥哥，你陪我睡觉好不好？小华哥吃醋了啦！佳明害羞了，谢谢品涵推，林杰不要走，没关系，要，我们还有下次的见面机会。伟林说好诶，嘿，我没有看到诶，柔君，你可以再打一次吗？
小华哥生气了，怎么办？当面告白吗？芊芊妈咪，好。米酒真的吗？小华哥在学我。他梦到他把刘军把我吃掉了，但是那个对不对？我记得有一次，忘记了，在厨房那一次，小华哥害我很害羞。Hello，Ice，伟林害羞了。老君，你再打一次吗？好想看哦。谢谢玉要怎么？玉哥哥好奇怪啊、哦。不要吵架！你怎么把我吃掉了，老君？老君姐姐，你怎么把我吃掉？瑞婷，瑞婷在争姐姐。不行，吵架。嘻嘻，不行，吵架。甘轩，Hello，谢谢嘻嘻的爱心。遗憾，你同学说你把我吃掉。谢谢伟林的爱心。卡丘。我没有要让大家吵架嘛，竞选好了，好想现在外面很冷，等下大家可以出去冷静一下，你走，看一下。小华哥，不要生气。什么都没看到，太可惜了。管乎妈妈。天呐，你再继续疯了！敢 哄妈妈，Yoko 也想抢吗？那我要抢 Yoko。板兔，画风有点变，什么意思？谢谢玉。那、啊、怎么叫玉啊？我觉得叫玉哥哥好奇怪啊！瑞婷是亲爱的，好哟，红卫哥哥。好多哥哥姐姐，365个，天呐！小花哥不开心了。阿健，
们都说我现在心里只有你的话，还是不然我去找你当女朋友算了。有君要当我女朋友吗？长到2月19的好可怜啊、哦！喂，耀耀哥哥，耀耀哥哥，耀耀，耀耀哥哥，小花哥没有生气吗？好怕你生气。建轩，好哟，建轩哥哥，佳明，佳明。不要生气嘛！谢谢雨。再见，再见。谢谢幺幺哥哥，谢谢伟林的爱心。要靠，要靠。嘻嘻，嘻嘻，小蜜蜂在吃醋吗？谢谢伟林，彪彪的。偶像性格决定粉丝性格。想看林杰戳脸脸，真的有点难做人。不想让你们吵架嘛，戳脸脸。爱死说什么？林姐姐今天是认哥哥时间吗？他们说要当哥哥姐姐。好多哥哥姐姐，我已经忘记为什么我讲到这个。西西跟手滑哥不要吵架，不行吵架。玉人，为什么还要做仰卧起坐？听见我在，西西西西不要走嘛！不能再吐舌头了，嘿嘿。佳明弟弟，佳明要当弟弟，倩倩大了，林姐表示饿了。愿望主题，西西说爱我呀，我也爱你，西西。姚军，老金的愿望就是兄当我的兄弟姐妹们。一堆哥哥姐姐，西西不是你说的吗？我要吐舌头给你看咯。大健的生日是什么时候？来跟我讲。好啊，老君。谢谢你。不要吵架，不行吵架，不行吵架。大件是4月14，好，跟我差2个月，我一定记得起来的。
西西不是你讲的，是什么？是谁讲的？嗯？小华哥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要延皮啊？不要生气，拜托，不行，生气哦。老女人呀，嘻嘻，嘻嘻，我也爱你嘛。念排名，第一名是嘻嘻，嘻嘻。第二名是临街首推，谢谢。第三名是柔君姐姐。第四名是小花哥哥，谢谢小花哥哥，对不起。第五名是 TP Forte 女王风云接推，第六名是依婷谢谢依婷。第七名是杨杰，谢谢林杨杰，谢谢。杨杰哥哥，第八名是 Jack，第九名是建轩，十名是 S，谢谢 S，11名是玉，谢谢玉，12名是鹿爷 Daddy，13名是宏伟，14名是 Aaron TP 48，15名是一轮，谢谢。鹿爷爹地，辈分很高，谢谢你们。米酒，谢谢西西西西，不要再花钱了，你没饭吃怎么办？晚安。伟林，没关系，伟林，伟林哥哥没关系。晚安哦，瑞婷是最可爱的妹妹啊！谢谢幺哥哥哥哥。下次见。艾斯晚安，迪迦晚安，冠如哥哥晚安，倩倩妈咪晚安，管虎妈咪晚安，嘻嘻晚安。哟，好快，希望赶快出零点三血，谢谢耀耀，樱桃猫晚安，西兰晚安，西西干嘛啦？西西不要哭。艾斯晚安，小花哥哥晚安。佳明叫你弟弟好奇怪。佳明晚安，大健晚安，おやすみなさい。晚安，林杰学院晚安，一楼晚安，板兔晚安，喵喵晚安，嘘嘘，拜拜，晚安晚安，佳明，依婷晚安哦，优酷也晚安哦，好的，大健哥哥晚安，伟廉哥哥晚安。
Jack 晚安，天一晚安哦，平寒退也晚安，好多阿豪晚安安，好了，要拜拜了，拜拜。